需要，不是去哀怨，是勇敢的走出来。先爱吧，青春挥霍将会不再，就先爱吧，别让等待又成无奈。 Break it down。我是陈翔，我是 Teddy， 我是明杰，我是洪正，我是子宏，我是 Evan。欢迎收看 Angie Special， 时代会说大屏幕。Break it down， Break it down， 还把你伤口的眼睛。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很特别的地方，是来到忠孝东路的黄昏市场。为什么要来黄昏市场呢？因为今天是家庭日嘛，所以我们 Special 每个人有一道任务。就是要做出一道料理来围绕各位兄弟，这边的第一家人，所以我们家庭日就今天了，好不好？没有错，我们要卖菜。那说到这个做菜呢，其实我个人是完全没有经验。哎，就是红有经验吗？唯一的一次啊，就是炒饭。Evan 呢？加拿大那边有没有自己下厨的经验？其实做泡面就是差不多我的底线。做泡面算料理吗？算下厨吗？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会炒饭。你最炒好不好？我最炒，我的饭。那小熊，在上海是在小当家的那个厨房学过嘛，对不对？其实也是不用问我了，因为我是没经验。那你问个屁啊！浪费我们底片。好的，今天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规则，大家口袋拿出来，应该都已经有收到100块了吧？哦，天哪！今天呢，我们一个人要准备一道料理，但是料理的材料金额限制超过100块。100块。我们要在这最有限的预算里面做出最棒的料理给大家，没有错，好不好？是的，那我们要分组喽，我是车厢一组，小熊明基组，我们三个一组，三个一组，好，切菜喽，就马上去采买 ，Go Go。我怎么想？怎么了？你今天煮的是什么料理？我煮的这道可高级，白叫什么？无锡排骨。那你有没有什么控料？你这样算，我们一起葱吗？你要买葱，你买葱吗？我没有葱，你有蒜吗？你要买蒜吗？那怎么办？还是我们去火锅店跟他借一点？火锅店，所以我想到了，我们一定要杀价。看到我的猪肉，好，猪肉汤，猪肉汤。你好，排骨多少？怎么卖？一斤多少？一斤的120。哇，120，那有卖半斤的吗？有。半斤多大？半斤切给你看，我问一下。120，半斤是30吗？是吗？半斤30块了。半斤是不是40？半斤还有50块，好不好？好了好了。耶！谢谢谢谢谢谢阿姨，生意兴隆。谢谢你。我个人呢是要买3样东西啦，什么花椰菜、花椰菜、里脊肉、里脊肉，还有蒜片。我只要买花椰菜就能做出一道菜。好，那我跟你讲，我们等一下遇到卖花椰菜老板，我们一起买花椰菜，然后跟他要几颗蒜。哎，好主意，好主意。不然就 Evan 在一个地上给他看。Evan 要买什么？我需要4样东西，我需要3颗蛋，是丝瓜，丝瓜。不然鱼，洋葱，文仔鱼，文仔鱼，对。老板，里脊肉怎么卖？你买五个，我送你一只。哎呀，130哦。哎，有50啦。里脊肉2块，搞定。我们速度一定要非常快，因为我们这一场怎么样？专业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就下一摊就搞定我们所有的东西。谢谢，真的。对面，哇，马上找到，哇，这
是命。老板，布拉提怎么卖？一堆八十。一堆八十哦。那我们要四十啊，像四十 K 哈。好，已经买了里脊肉还有布拉提，接下来我们就去找蔬果摊贩。我刚是要买那个紫藤塔，很好。老板娘，紫藤塔有没有？怎么卖？十块钱吗？冲！那老板娘冲可不可以杀避暑一下？对，冲没办法杀避暑。那老板娘，我买一根就好。好 ，OK OK， 好，那就这样，付钱。可是好像都没有卖鸡的，啊、怎么这个市场怎么？还是我们先买菜怎么样？我好像看到菜的菜。老板，要冲一把，15块，10块可以吗？不可以。老板，拜托嘛。不行。老板你好漂亮哦。我不漂亮。全菜市场你最漂亮。我不漂亮。卖的宜兰老板最好吃。真的不行吗？15块，我们再送我们一点点蒜，好不好？对，老板有卖蒜吗？老板卖蒜。老板蒜要去那个菜那烤。哦，老板磨蒜哦。好，好了，15块也算很便宜。对啦，好快哦。哎呦，谢谢啦，谢谢老板，一心龙，谢谢。哎，我看到蒜了，我看到蒜了，蒜怎么卖呢？没有蒜，那是蒜头。蒜头，蒜头，一斤60哦，我可以买两颗，我可以买两颗吗？送两颗，送两颗，好，谢谢。谢谢老板，谢谢。赚到了，赚到了，一心龙，免费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现在、欸、太好了吧，都还没用，不太没用。现在我最缺的就是鸡肉。哇，这个有卖蒜头的。老板，10克的蒜头大概是多少克啊？10克的蒜头，一点点点，一点点点哦。对啊，100克，阿萨里一点啦。好，没关系。我们跳舞给你看啦，我们是 special。好 ，break it down。好 ，break it down。可不可以给我们几颗？谢谢老板。哇。我们用唱跳要到的蒜头，对，刚刚几度尴尬，在路有点尴尬，很尴尬。我生平第一次在菜市场里面唱 break down。哎，有啊，这边你有卖蛋，老板。老板，有没有办法买3颗菜？3颗怎么卖？15块，一斤1块。40块，一斤40块，一斤40块啊！没有办法买3颗蛋，我们要买3颗就好。3颗多少钱？可以，帮我称一下，3颗，谢谢。好，14块来一本，应该可以了。确定，确定，老板。现在是要蔬果摊要进，没错，我刚一直讲蔬果摊，蔬果摊，但从头讲到尾，没有遇到蔬果摊。这应该是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我还剩下蒜头跟，哎、欸，找到了吗？哎呀，那老板来一份蒜头豆腐。哎呦，老板可以，蒜 OK 啊 ，OK， 这样。来吃老板豆腐。老板长得这样子很帅，有点像魏德胜导演，赞一下。像刘德华，年轻的时候像刘德华。哎呦，看来这个菜场真是卧虎藏龙了，好不好？看到肉摊啊，不然在那边挤这样子。老板，我们要买里脊肉跟这个绞肉。绞肉要多少？里脊肉要多少？里脊肉怎么算多少？里脊肉一斤130。那我买个50，50块。那绞肉要多少？25块。25块，好不好？让这个配料更丰富。所以总共是75块。哎，我们的主料理已经购买完成了，谢谢老板了。老板也蛮帅，刚刚我们才邂逅一位这个豆腐的牛天王，他就是猪肉摊的杨朝伟了，好不好？猪肉摊杨朝伟没有错，老板。有卖鸡胸肉吗？有，鸡胸肉怎么卖？1斤80。哎，我买半斤好了，好，半斤，半斤，半斤。35哦，32啦，好，啊好哦，35了，谢谢老板，半斤30，谢谢老板，现在我就差最后两样东西，什么东西？一个是心菜，这边空心菜啊，我那边有空心菜，老板空心菜怎么卖？半斤25，有没有半半斤？就是在半半斤，四块会不会太少了？在半斤，10块，好不好？耶，10块半半斤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说到辣椒，马上就有哇！辣
椒一包10元，这么便宜，在等什么啊？老板娘，给你买一包好不好？好，10块钱。好，辣椒，谢谢。哎，抢劫？哎，不是，哎。不知道拿小因为我们现在插蒜头，很紧张，而且我们手肯定有钱了，我们就只能够求助这位老板娘。老板娘，请问5块算你卖吗？不卖，我送你。哎呀，我们遇到了恩人。因为那时候没钱，我还很好。啊，太棒了，我们捡到了这两颗，感谢谢你，老板娘。当红的偶像，必定粉摊。没有错，这一摊整个虎林街最正啊，最善良啊。这个戴着眼镜，可是却遮不住她的美丽的美丽老板娘。以后有来皇冠市场，一定要指明眼镜牌的这位美丽老板娘来买她的水果，就没有错了，好不好？最正点 ，special 挂保证，一定要找她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人情也做够了，我们先离开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走 ，OK， 再搞一点。欸等一下，这边感觉有很多我们要的东西哦。有丝瓜花椰菜，你要多少花椰菜？我觉得我们看看有没有绿色的。老板，我要有绿色的花椰菜。卖完了，那你丝瓜怎么卖？你还剩多少？还可以啊。这盘怎么卖？老板半天可不可以？他只剩下40，他把所有的东西给你，剩菜一根葱啊。好，谢谢所有，谢谢，谢谢老板。是看绿色的卖完，只剩下白色，不然白色的也可以啊。老板，想问一下花椰菜怎么卖？现在35块，我不够，我要再5块。那你要再拿一朵？老板再拿一朵给我好不好？一朵大的。48块。45。好，45。好。好，就这两朵，老板娘有空拿沙梨的，谢谢。我需要一朵大朵的哦，我刚好，这样刚好。我一整道菜都花椰菜，我只需要花椰菜。那你50块吗？我一整道100块，就是为了买花椰菜一个菜而已。看来我们还只能前往下一站，好吧？谢谢，谢谢老板，谢谢。那我们现在要买花椰菜，剩下绿色花椰菜，搞定收量。看你要准备吃个汤包之后。绿色花椰菜很大朵，一颗35哦，给我一个，好像有点难过。这个你要帮我付了啦，5块给你。谢谢。1块，谢谢。耶，我们已经全部拆了啦，现在回去跟朋友。很想吃豆花，希望等一下我们买完会有剩。哎呦，香菇吗？干货店。我们要买香菇这样子，还要买五朵可以吗？24块，可以吧？36块，36，好，16，老板可不可以算我们15块就好？看在我这么帅的份上 ，OK， 谢谢 ，Yes。这一次在这个黄昏市场的采购正式结束，其实非常感谢黄昏市场的每位店家朋友，都算我们买手，叫阿沙里，台湾的热情，从这一路很好，对，没有错，是要非常感谢黄昏市场的店家，我们成功。来，请上。来，伟静辛苦了，辛苦了，真的，我为你。胜利是甜美的，非常。好吃哦。一位特别重要的嘉宾，听说是女神级的人物哦，请给分。好，哇，